MBC 事前制作新古装剧《网易有情》确定了出演阵容，任时完、林允儿、黄宗炫、朴焕熙等确定将搭档出演该剧。据悉，任时完将在韩剧《网易有情》中饰演致力于改革腐败落后的高丽的热血君主忠宣王，允儿则将饰演高贵闪耀的高丽最强富豪的女儿林。另外，该剧将于本月开始同演部分的拍摄，目前正在就明年上半年 MBC 播出定档讨论中。目前该剧已经进行了试拍。2010年，任时完作为男生团体《帝国之子》的主唱出道。2012年，凭借《拥抱太阳的月亮》中少年许愿一角而走红，并获2012年 MBC 演艺大赏喜剧情景剧部门新人奖。他的演技很棒，是新生代偶像演员中的大黑马。9月10日，任时完所属经纪公司向媒体表示，任时完将出演《网易有情》，因为是时隔许久回归荧屏，将努力准备呈现最好的一面。随后，允儿所属经纪公司 SM 娱乐也表示，允儿已经确定出演，在结束电视剧《The K2》的拍摄后，将合流《网易有情》的拍摄。日前，黄宗炫所属经纪公司向媒体表示，黄宗炫已经收到了《网易有情》的出演提案，目前正在积极讨论中。据悉，黄宗炫有望在剧中饰演护卫，最后成为了忠宣王的世子园的武士王祖林，并与元和女人山之间上演一段三角恋情，令人期待。朴焕熙，1990年10月13日出生于韩国，广电模特出身。2015年先后出演 KBS 校园剧《Who Are You 学校2015》，SBS 爱情喜剧《为您点餐》正式转型演员。2016年先后出演 KBS 医疗爱情剧《太阳的后裔》，KBS 爱情剧《恋与依恋》，SBS 浪漫爱情喜剧《极度的化身》等，并确定将搭档出演 MBC 事前制作新古装剧《网易有情》。